这不马上世界杯要来了吗？我们让家里的宠物预测一下谁是本届的世界冠军，泡芙同意吗？你们觉得哪个队会得冠军呢？你们就把它选出来，可以吗？可以的。首先把有实力的四个国家写出来，然后让你们来猜。来，泡芙先来吧。哦，泡芙好像对阿根廷很感兴趣，他首先选择了阿根廷。就是他吗？再考虑一下吗？我说预测谁是本届的世界冠军，小美也选择了阿根廷。难道你俩商量好了吗？你真心的喜欢吗？是啊，是真心的喜欢。可你这时候为什么又选择了英格兰呢？嗯，我看他选了什么。你不要在意他的想法，你认为谁是冠军呢？泡芙，你重新选择一下。泡芙还是选择了阿根廷。你们看，他直接坐到了阿根廷上。那你的选择呢？你不要这么疯狂。你别疯狂了，你再选一次。泡芙已经选择了一次。你选阿根廷吗？哦，你也选择阿根廷。看来不是你俩商量好的，是你俩心里有灵犀哦。嗯，不错，你俩都选择了阿根廷。嗯，怎么泡芙又坐到了英格兰上？那你俩到底选择的是不是阿根廷？你不是选择的阿根廷吗？对呀，他选阿根廷，那我就选英格兰。你别撕了，都撕坏了。预测谁是本届的世界冠军，阿根廷还是英格兰？想知道谁是本届世界冠军吗？上西瓜和抖音看世界杯直播。哎呦我的妈！别撕了。